谢谢谢谢两位小朋友，真是真是特别特别的可爱哈、啊！你放眼看去，大家都咧着嘴在乐呢哈、啊！哎，现在啊，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我想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听说过3D 电影吗？听说过的举一下手，我看看。小朋友都说了，听说过。哎呦，这么多人都听说过，看过的举一下手，我看看，也挺多的。张哲，你看过3D 电影吗？当然看过了，你看好多小朋友都举手了，肯定最近看过3D 版的《蓝精灵》啊。那你看过3D 京剧吗？3D 京剧，谁拍的呀？当然是咱们中央电视台拍的了。什么电影啊？3D 京剧。嗯。怎么个3D 法是不是？哎，我告诉你，我们的3D 京剧就是北京、天津、上海3D 的少儿选手组合在一起演出3D 京剧。哎，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哎呀，其实说到这个，咱们这个3D 京剧啊，京津沪3D 的小选手凑在一块儿排演了这个辕门斩子的一个片段的演出、而且是为咱们这次展演特别来排练的。是。嗯，也的确也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培养他们的这个团队合作的精神。哎，也是一次竞争，是不是？看他们谁演得好、咱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3D 的演员好不好？赶紧把他们请上来。一位是获得金奖的孟子涵，还有一位获得银奖的边静婷，还有两位铜奖获得者傅广瑶、郝润来。来，3D 京剧呈现给大家，一起来欣赏。Thank you.
谢谢几位小朋友，唱的真好，真卖力气啊，真是卖力气，哎，真过瘾唱的。哎，刘晨啊，我想问问你啊，您说，你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啊，还会其他剧种吗？您考我？不是考您，这是考我，我问问。我还跟您说，刘蕾姐，不是，哎，那个桂娟姐，哎，您还真难不住我。我们唱小花脸的就得是会的多呀。哎，那倒是。我跟您说，什么叫做南昆北弋，嗯，哪又叫东柳西梆，嗯，什么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就这些个戏，嗯，没有一出我会唱的。那你这白说了，啊，没有一出我不会唱的。吹牛，您随便点吧。吹牛吧，点什么唱什么。我点什么，你把你最拿手的，最拿手的亮出来。哦，最拿手的，我听听。您说我最拿手的啊，不打辈的，张嘴就唱的，嗯，那得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最熟悉的，也是我认为啊，在戏曲界最贵的这么一个剧种。最贵的剧种是什么呀？越剧。越剧怎么是最贵的剧种呢？您瞧，这顾名思义啊，顾名思义啊，越剧啊，一个月才能听一句，是不是？啊，这么说的话，啊，那我还说呢，豫剧呢，啊，我遇见你才能唱豫剧，是那么解释的。遇不着就不唱了。我就是说呀，我这越剧唱得好。你唱得好，光说不练，哎，来两句。怎么着？我听听啊，来两句。吹牛呢？唱两句越剧，那我得托付托付。亲爱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到了上海了，他想让我唱两句越剧。待会儿啊，您老几位注意听，我要唱的不像越剧，那就算我对了。那别就推牛，说唱就唱啊。妈，您听我像不像越剧啊？嗯，恰把早哎，恰中哎，恰把中哎，恰呀喂，恰把呀喂，苦高山，空高坐起来吃早喂。听明白我唱的是什么了吗？什么呀，我怎么总听什么恐高症 啊？什么恐高，还血压高呢？恐高，我这说的是啊，吃完了早饭吃午饭，吃完午饭吃晚饭，吃完晚饭就睡觉，睡醒起来吃早饭。哎呦，这真像你这体型说的话。我呀，啊，哎，我跟您说啊，我这是个笑谈，我们这个也是像姊妹艺术，哎，跟相声演员学的这个。哎，对，哎，我唱的好不好的不要紧，主要还得听小选手们唱。哎，你唱还行，哎，是吧？但是没有小选手唱的好。哎，我这叫抛砖引玉。没错，下面我们有请获得少年专业组铜奖的甘天林为您演唱《霸王别姬》。掌声有请。
谢谢甘天林。别看才11岁哈，但是很有那个梅派所追求的中正平和的那样一种风格。这次我们的少儿经济电视大赛啊，报名的时候我们原本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担心来报名的孩子也都是北京、天津、上海的孩子。结果报名一结束一看，全国各地的哪儿都有，有来自黑龙江的，还有来自河北的、山东的，连深圳的都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个深圳的孩子，来来来，陶行健，掌声欢迎陶行健。办上了，办进哈。陶晶来自深圳是吧？对啊，我来自深圳宝安。哎呦，你看浓浓的这个粤语味哈。你是怎么喜欢上京剧的呢？因为我们学校开展了京剧进校园的活动，而且我认为京剧很美，它是中国的国粹。啊，就喜欢上京剧了。嗯。在你们学校现在有多少人学京剧？在我们宝城小学就有80多人，整个宝安区差不多有1000人。在你们学校就有1000多人在学京剧？80。80人，那深圳多吗？深圳很多呀。很多人喜欢京剧。宝安区有1000多人。你觉得你学了京剧之后对你有些什么帮助呢？它使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嗯，说得真好。比如说你今天演这范进中举，将来到初中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理解一定比别的没有学过京剧的孩子理解的深，对不对？对。好，来，接下来赶紧让陶行健去做准备，为我们带来范进中举，赶紧准备去吧。我们呀，应该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给他鼓励。
谢谢谢我们的小范进。哎呀，我旁边这位美女，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认出来的？这是我们少京赛这次获得银奖的楚凤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楚凤仪，来自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嗯，然后看过我们昨天直播的观众肯定知道啊，我们凤仪在这个刚要上场的时候勒头勒的时间长了，头一直是晕的，上台的之前呀，家长老师在下边都特别担心。每当到这个时候，有没有觉得学习京剧还是挺苦的呢？没有，因为我喜欢京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孩子们可爱就可爱在这儿，你像我们少京赛很多参加比赛的孩子们，大的也就十几岁，小的三五岁，这么小的孩子就能这样的吃苦，我想他们将来长大了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也一定都能够克服，这也应该会是成为他们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是吗？志凤仪。是。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剧目？西厢记。张派名剧啊。嗯，好，那我们掌声送给楚凤仪，下一个准备，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的银奖获得者楚凤仪为我们带来的《西厢记》。
谢谢，谢谢楚风仪精彩的演唱。哎，观众朋友们，您看见没有？我们这个学习京剧的小朋友啊，这个气质，他和一般的小朋友都不一样。这女孩可以说是亭亭玉立，男孩呢英俊潇洒，这都是学习京剧的好处。而且呀，您看我们这个京剧的剧目当中，有好多都是以这个忠孝节义为题材的。这不单对他们的成长大有好处，对他们的道德品质的培养也是极有益处。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少年专业组银奖获得者11岁的江淑媛和少年业余组银奖获得者12岁的袁泉为大家带来的铡美案选段，掌声有请。Thank you.
大家看那个陈世美是不是长得特别的美啊？特别美。这是女老生袁泉，掌声送给袁泉。谢谢。哎，张哲，你看咱们这次少儿京剧电视大赛啊，毕竟是个大赛，有的这孩子成绩好，有的成绩呢就稍微弱一点儿，哎，有的呢就有点不太高兴了。其实啊，比赛就是一种形式，为的是给孩子们一个展示学习成果的这样一个平台。其实呢，在比赛之后呢，最好还是要正确的引导孩子们去认识这个比赛的结果，尽快的回归校园，回归学习本身。对，我记得在直播的时候啊，我念一个微博，有一条微博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教育孩子的机会。你比如说，说孩子如果成绩特别好了，就要教育孩子戒骄戒躁。如果孩子真的没达到他的这个正常水平的话，要教育孩子，生活并非你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说的没错，不过呀，在咱们一场直播之后，有个孩子表现得不好，家长啊跟孩子都急了。怎么能这样呢？今儿带着孩子都来了。来现场了？真的。来了吗？来了。呦，那咱们赶紧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再见。你气死我呀你！我怎么教你的？怎么教你的？你唱的好坏没关系，你得用感情打动评委啊，你得动那个感情。尤其有一个女评委，只要你一哭，她就给单儿。你怎么都忘了呢？这孩子，妈说什么呀？什么说什么呀？我怎么教你的？您教的那是骗人的。我怎么骗人了？我怎么骗人了呀？那还不是骗人的？我怎么骗人了呀？您让我这么跟评委说，我生活在一个单亲家里。爸爸离家出走好多年了，妈妈是早期植物人，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话都不能说了。您瞧瞧他这个样子，您是植物人谁信呢？您这植物人都能大战僵尸了。这孩子怎么拿你妈妈打岔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拿了金奖，你知道将来得有多少好处吗？你车子、房子、娶媳妇儿，你什么都有了，你怎么就不相信呀？妈，我参加这个少京赛不是为了拿奖而来的。不为拿奖为什么？是为了可以认识更多小朋友和得到专家评委对我艺术方面的指导。那也对，但是也得拿奖啊。不过要是拿奖就更好了。那当然了，主要是拿奖。但是你今天这分儿，我看你可能有点悬。你那分儿比那个叫刘小晨的都低。问了谁哪个评委没给你动？哪个人没给你满分？就是天天光黑着脸铁面无私的。铁面无私包公啊？哎呀，什么包公啊？李老师。老李，老李是不是？找老李去，咱们找老李去。我跟他没完。我那孩子怎么？我不是讨厌的，你这孩子，你让我着急。你怎么回事啊你？我是相声演员李国祥，给大家问好。祝大家国庆愉快，健康长寿，都活180岁。我这两天特别高兴，少儿京剧赛结束了，我还当了个评委。我发现呢，有很多的小演员呢，不单京剧唱得好，将来要说相声的话，可能得超过我老李。我呀，得物色物色。如果要是有相声演员，包括您也一样，只要有相声演员，您就告诉我老李。我老李呀，我。老李啊，你是老李啊？对，你怎么回事啊你？我们孩子怎么了？我们孩子世界第一，你凭什么不给灯？您要咬我是怎么着？我什么咬你呀、啊？你不讲理吗？您这什么态度？这小伙，我认他怎么回事？哎呀啊，你不植物人，你不叫孙超吗？啊，
他是谁？植物人。这孩子什么植物人呢？失敬失敬，原来您是个植物人。监护人啊，监护人。哦，您是植物的监，那个监护监护人。哦，监护人，这孩子我认得。那他叫孙超。对呀、啊、对呀、啊哦、我给他评了100分啊。你评多少啊？我给他评了100分。这拿我开玩笑。我给你满分就是他、嗯、他给的你满分啊？对呀、啊、认错人了啊，认错了。哎呦喂，李老师啊、哎、我真不知道是您。不知不怪。你真对不起对不起。他是个好孩子。我们孩子可好呢，什么都会。我给他打的满分。嗯，他不单京剧好，他这个滑稽，将来说相声拜我做老师。哎呀李老师、啊、我只喜欢京剧不喜欢相声。别这么说话啊，京剧是好，是国粹，相声也是一门语言艺术。哎，对对对呀、啊，说相声的知道的事情多，嗯、唱京剧唱得好。对，宝贝儿，我问你一句，嗯，你知道京剧里头有多少出戏吗？嗯，知道有多少出戏吗？我不知道，不知道。不是挑不完的车，做不完的工，一跑锁麟囊，送170多回来还送呢。哦，对。京剧是博大精深。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的三列国。嗯，小伙子，我要收你这个徒弟，我先教不教过你点京剧的名字。你知道最高的是什么吗？是山呐。嗯，京剧里头有很多带山的名字，你听过吗？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我说说怎么样，好不好？好。嗯，不太热烈。京剧里带山的啊，有大蟒山、大蟒山、二龙山、花果山、牛头山、丁甲山、四盘山、两狼山、探阴山、普球山、少华山、青石山、翠屏山、云蒙山、迎空山、双锁山、九里山、定军山、火烧绵山。这些山，宝贝儿，你听过吗？没有。这还是山。另外还有很多的官，你听过吗？没有。我说说你听听。啊，有陈塘关、陈塘关、草桥关、瓦口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樊江关、临潼关、木虎关、泉水关、凤鸣关、茶头关、定武关、柏良关、雍良关、虎牢关、刀皮三关、战无关、好战过的独木关。另外还有很多的楼，有鸳鸯楼、雁影楼、贾家楼、赵家楼、白门楼、黄鹤楼、雅观楼、顺风楼。京剧博大精深，对，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的三列国。是，京剧是好，相声演员必须得知道的多。这样，哪天我请你们娘俩吃顿饭，不好意思啊，不能请你们吃扒鸡，也不能请你们吃红烧肉。我说出来，大家都爱听。上一桌酒席呀、啊，都是京剧的名字。哦，嗯，给你们上一盘刘全净瓜。还有一盘佛手局、偷桃盗丹、太公钓鱼、乌鱿鱼、李逵夺鱼、石圈偷鸡、铁公鸡、霸王别姬、送饽饽、送盒子，买了一大盘酱肉，是非常好吃，在黄一刀那买来的酱肉，混元和、爆庄和、斩菜羊、斩豆鹅，最后送给你们娘俩一大碗汤。什么汤？神头刺汤。哎呦，不敢喝呀，不敢喝，这不敢喝。愿意学相声了吧？哎呀，愿意。当然，你的京剧唱的也好，将来是个好坯子、嗯，好角儿。下回你努力，我还给你打满分啊！别下回呀、啊，我们这孩子这次能不能拿奖啊？他这回我李老师心眼好，我愿意给他打满分。他其他的咱不知道人家看法，我没准儿啊。这到底是谁没给我们孩子登的？这我哪知道谁没给呀、啊？我哪知道、啊？我先坐您。我到了电视台，那都比完赛了，谁没给咱们孩子满分？我啊，谁？李老师。啊，行，我知道了，李老师，我坐着歇会儿吧。您好，我得打听一下，咱们这个少京赛的评委哪位姓李啊？姓李啊，姓李，这位姓李，李老师。哦，这个，您姓李？我就姓李。哦，李老师。是吧？哈哈哈！凭什么没这么孩子满分？
你踩地雷上了是怎么？我踩什么地雷上？你凭什么没给我们孩子满分？你怎么？我们孩子唱的多好，我们好，唱的也好，我们现在的都跑我们孩子前面去了，不为什么？不公平，对，孩子多好，就是不公平。哎、尤其、啊，有一个选手叫什么刘小晨的，嗯。那刘小晨啊，听他们说，要什么没什么呀，要扮相没扮相，要嗓子没嗓子，最可恨的他还没眼睛。叫什么？没眼睛？对呀、啊，那他胖啊，一条缝儿，哎呦，看神都一条线儿。对呀，哎。我告诉你啊，你这叫人身攻击！我告诉你，人身攻击，你懂吗？你怎么就冲这我就应该告你去！哎，李老师，哎，他这就叫人身攻击！你大胖子，你们说变脸就变脸的。他这叫人身人身攻击！您这个呸啊！您这叫随地吐痰！嘿，那我不管！我告诉你，哎、你这说话可不行。我没说你呀、啊！啊，你刚才说谁来着？我说刘小晨啊！啊，对了，刘小晨，你打听打听，我闺女。哎呦喂，我真的找着了遗传基因了，我说眼睛这么小呢，随爹呀。哎，你没完了是不是？怎么没完了？我告诉你，我要不瞧你是女同志，我就跟你动手去。哎，我就是。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呀，这是什么地儿？这是电视台，不是大卖场，你们知道吗？嗯啊，当着这么多的媒体和孩子，你们这做家长的有点家长的样子吗？就是啊。哎，你谁啊？我他连您都不认识，咱哥俩握握手。哎呦呦呦呦呦，李老师，我是您的粉条，那个粉丝。哎呦，我是您的粉丝。哎，你一位，你说二位啊，不认得这位演员？不知道，不知道。著名的洋派老生，人家是京剧名家，上海京剧院的一级演员李军老师，大家欢迎。李军，老李，也姓李，老李，李老师。哎，凭什么不跟我们喊两块？这怎么回事呢？你可找着他了，李老师，您看看，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这把我当什么了？这是。哎呦，刘老师，您别着急，您慢慢说，慢慢说。他们有点误会啊，他们很可能 啊有一位老师啊，打的分啊，他们不满意。这个不满意呢，脾气大，和那位老师巧得很。你叫李军是啊，姓李。对、啊、我叫李伯祥是啊，我也姓李。恐怕是那位老师啊，他也姓李。哦，他不叫李军，也更不叫李伯祥。可能您知道他的名字就叫李祖明。哎哟，我闹了半天不是李祖明啊，我就知道是这么大的事儿。咱俩倒霉不倒霉？对对对、啊、哎，是二位家长，对不起对不起，您我们都误会了。这个您呐 啊别着急，是别吵啊。那您呐、啊、误会了，是我不是李祖明老师，这刚知道。但是呢、啊、今天我得给李祖明老师呢说几句话。对，您说几句，替他说话呀。你们听听，你别急，别急。好，您说。这次啊，咱们央视空中剧院搞的这个绍京赛啊，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大力支持，对，影响极广极广的。好，尤其是咱们这些评委，嗯，那真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劳动。他们为了怕影响孩子的自尊心啊，而且每一场比赛都在复赛当中一个一个的看，认真的挑选，认真的打分。所以说呢，他们的打分虽然是严格一些，但是呢并不妨碍他们对艺术的追求，也没有否定他们的艺术成就。对，相反的呢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和爱护和好处，对他们今后的发展呢是有更大的努力的前景。他们的打分绝对是公正的、公平的，你们说对不对啊？对，好。李老师，李老师，理解了吗？您说这个，我都懂，我们都能理解啊。我们就一点想不清楚。您说，我们孩子哪儿唱的不行啊？对不对？哎，李老师，您看这样成不成？您看看，我呀，把我们孩子找来，哎，当面唱一段。您当面给点评点评怎么样？行啊，口服，对不对？行啊，行啊，好不好？好好好啊！那今儿啊，啊，我不光要听他唱一段啊，而且我还要亲自为他拉一段，为他操琴，你看行不行？哇、哦，您亲自操琴，太好了，太好了。
感谢您，感谢您。这样，您准备准备，我找我那孩子去。您先来来来，李老师，您洋派老生唱的这么好，您还是个多面手。哎呀，您会什么？我就会。我说哎，我说会拉胡琴，快弹，快弹。好好好，别玩了，快快上上。我也是多面手，好，我会擦皮鞋。天津人呐，他妈是楼下。你别玩了，快过来，快过来，来来来，哎，看看，认识吗？这位是谁呀？李娟，李老师。哎，对，你呀，给李老师认认真真唱一段，让老师给你点评点评，好不好？好。高兴不高兴？高兴。好，好，来，孩子，你唱一段什么呢？自己报。吊金龟。好。吊金龟。吊金龟。这是我们孩子唱的最好。咱们听听。咱们听听啊。小生意，好好听，对不对？好好听，咱们请古诗，包括好吧？谢谢啊！拜托拜托，来啊，来。大家说他唱的好不好？非常非常好，而且字儿味儿劲儿，全都出得来。但是呢，今天呢，叔叔呢，毕竟呢，想跟你说几点，好吗？对，您提点要求，提点要求啊。刚才呢，咱们这个音呢，就是一张嘴，咱得把那个音要顶上去，顶上去。而且在行腔过程当中呢，要稍微有点泛音，稍微有点泛音。而且要把那个字头字腹字尾呢，咱们要找得更加准一点啊！再让老师给你好好说说，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成为李派的最好的老旦演员。好，谢谢李老师。哎，没想到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门道。哎呀，我们错怪老师了。李老师啊，您呢？您这老先生，您也给说两句。您就别谦虚了。哎，您是京剧专家，还让我评一评？哎呦，您看了几十年的戏了啊！我是个戏迷。是啊，是。我首先呢，给您祝贺。哎呦，您这把弦儿拉得好。哎呦，我这可不成。我们这次大赛有一位著名的弦师叫姚丽啊。对对对对，留着小胡子。哎呦。这小胡子，他拉的最好，您基本上跟他差不多了。哎呦，可不敢。您知道这个姚丽老师他为什么拉的这么好吗？为什么呢？好师傅啊，他是李祖明的徒弟。哎呦，好师傅，早知道刚才找你就解
决问题了。你看这个李祖明为什么拉得这么好呢？您说呢？李祖明是我徒弟。哎呀，这好不了了。得了，老师们，我们都理解了。这小孩唱的也好，唱的好吧？唱的像李多奎。谢谢您。但是也有一点不足之处。您提一提。说像京剧的李多奎啊，不像我们越剧的周宝奎。嗨，像越剧干什么？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比我唱的好。那是应该的。好了，谢谢老师的肯定。咱们干脆。谢谢老师，好不好？我们啊，得代表所有孩子的家长，对，跟老师道声辛苦。是，老师，您们辛苦。这才是怎么样？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日成名后，怎么样？无望道师恩。谢谢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林老师，咱们下去，咱们坐吧。谢谢我们各位名家跟孩子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真的是家长对于孩子的成长都是特别的关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当孩子们在舞台上带来精彩表演的同时，我们肯定是离不开家长在幕后默默的支持。那么孩子们身后的这些幕后英雄当中，还有一部分人是我们真心要感谢的，那就是那些指导老师们，他们一直默默地奉献，辛勤地耕耘。我们都说学习不容易，那么教孩子学习那真是难上加难。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师生合作的这样一个节目，掌声请出朱宝光老师和这次大赛的金奖获得者八岁的杨腾，为我们带来淮河营选段，掌声有请。
谢谢谢谢小选手。哎，江淑媛，你看，作为小选手能和自己的老师同台，是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当然幸福了。你想不想？想啊。好好学习，以后你一定也有机会的。好，接下来也是一组师生同台的表演，大家请看李佩红老师携弟子少年业余组铜奖的张之彤和少年业余组银奖的白浩清为大家带来锁麟囊选段，有请。那个很多年哈，我是常到上海来演出，这次来呢意义非常不同，因为呢陪着一些小选手，看到他们有这么好的成绩，京剧我看到了希望，非常的欣慰。好，借此机会呢，祝全国的人民和上海的观众朋友们10月1国庆快乐。谢谢李培红，谢谢张志彤，白浩清，哎，我把这个一个小雪项链留下来吧，留一部，哎呦，看我们漂不漂亮，真美，漂亮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白浩清，小名白六六，今年10岁了，来自陕西西安。嗯，我们其实是一个小伙子，男孩。而且我们水平很高的，用英语跟上海的观众朋友打招呼好不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k Bai. My Chinese name is Bai Liu Liu. I'm 10 years old. I'm from the primary school of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I hope you would like me. Thank you.哇，了不起，哎，大大谢谢浩清，继续努力，将来来我们义父舞台唱大戏行吗？好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浩清，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还带
戏里呢啊，真是可爱。桂娟姐呢，是我们这次大赛当中的一位评委啊，你知道吗？我们这次要特别感谢你们这些评委老师。为什么呀？因为啊，你看，你们不仅给孩子们亮灯打分，最重要的时候在关键时候给孩子们点评，让孩子们长进了不少。哎，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有的孩子呢，虽然说他非常刻苦，他也经过了一些训练，但是有的时候经过点评把他点拨了，就有点画龙点睛的意思。你说的太对了，他开悟了。哎，有时候孩子在这儿练呀练呀练，总也找不着这个门在哪儿。对，老师一点拨顿悟，还是非常需要名家的点拨的。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给桂娟还有所有的评委老师鼓鼓掌，感谢他们辛苦了。应该的，应该的，这是应该的。接下来啊，咱们再请老师和孩子们同台演出怎么样？好，我们下面呢就有请我们的杨派名家李军和获得少年业余组铜奖的周芷如，少年专业组铜奖的陈申月，少年业余组铜奖的薛慧宇，少年业余组银奖的张立文，他们合作的是做工。掌声叫好声。李军老师，谢谢四位孩子。谢谢。你说这有四个铁镜公主，四郎还能回家吗？
随着我们今天直播接近尾声啊，我们昨天今天的这两场少儿京剧大赛获奖选手的展演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嗯，看完孩子们的表演，我们还有精彩的好戏要献给大家。嗯，那么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空中剧院将会继续在上海天蟾一副舞台为您带来连续7天的现场直播，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众多的戏曲名家将会相聚在这个舞台上，为您带来京剧、粤剧两大剧种的经典的大戏和折子戏。哇，还有连续7场的精彩演出，千万别错过。嗯，那么今天演出的最后啊，我们将会请出的是这次少京赛的团体金奖的获得者，安徽省淮南市新兴少儿京剧培训中心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杨门女将探古，有请。2003上海京剧《凤还巢》，明天见！祝大家国庆长假快乐，再见！再见！